这是一个位于 Austin 区域的一个三室一卫小型公寓套间。一进门有一个玄关部分，往里面走，这边是客厅，这里是第一个房间。这个房间窗户非常的多，采光相当的好，有一个衣橱，旁边这里是第二个房间，有三扇窗户，现在摆放着一张双层的 full size 的床，面积适中，有一个衣橱部分，这边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，非常的多。返回客厅，往里面走，这里是厨房，厨房面积相当的大，配有了一个大冰箱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烤箱和洗碗机。厨房这里可以摆放一张小餐桌。穿过厨房，这里是这个套间的卫生间部分，有一扇窗户。最后这里是第三个房间，这房间有两扇窗户，有一个衣橱，采光也是相当的不错。